像是一匹迷途的千里马，遇到你像伯乐一样给我力量，让我重新认识自己，就像是当初割破手腕热血死剑后，突然觉得生活充满意义。 Never forgot I'm still You're like a dream, my heart will go on。人认为大学期末考试考的不是智商，考的是人类生理极限和情商，以及情报搜索能力、套词套话能力、自学能力、速背速记能力，以及背到假重点时的心理承受能力。生如蝼蚁，当有鸿鹄之志。我始终认为大学生期末考试是高水平的，是能全面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。数学里有句最虐心的话，两线平行，永不相交。数学里有个最绝望的词，无解。数学里有句最霸道的话，有且仅有。数学里有个最孤独的词，假设存在。数学里最抱憾终生的句子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唉，人生啊。